这个清肠请问各位贵宾尽量吃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。快乐吉祥，这很不好意思啊，都被人家看光了。来，嗯，味道不一样，干杯 ，OK。啊，你先喝那个，你的那个。你有啤酒来可以。寿星只有茶可以喝。是吗？再喝嘞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最好的寿星。Happy birthday to 香贝叔，要开心，要快乐，要带着我们一起玩。欸，我们那评剧版的要不要唱一下？我也泡健康。我一个耶。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直接倒在头上。没有啊，我们说让个啤酒先拿去喝掉。走，偷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我们刚刚有讲，因为蛋糕大家都吃不下，所以只能用炸的。没有，我们不要用炸的，用抹的就好，一人抹一条，好不好？一人抹一条。好啊，一人抹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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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条哎，你可以点吗？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哦，很冰嘞，冰的好像冰箱嘞。谁去买的？哈哈哈哈哈！等你嘞，高，那你有点像啊。两边，都。啊，好了，我觉得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好感，谢谢。好香啊，美吧。你们早点休息，那个不要吧。那留着给他们吃啊，吃不下了。不是啊，就大家切一切，把它吃掉吧。花生，我有啊。大家切一切，把它吃掉吧。还有啤酒，也有香肠。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会把它安排在边间吗？嗯，对对对。边间有差别在哪里？啊，不会吵到别人。我们刚刚本来想说把啤酒也倒到他头上的，嗯。想想算了，他都已经穿那个睡裤了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发烧，听得到我们吗？听不到、啊，他隔音还不错。全世界都你们。对。好，我先把脸擦掉。对。然后，你看我用心，你看那個，等一下听我讲完，你看 Tony 多用心，他为了你的生日，结果冲过你，冲来让你千岁。对。故意带你来千岁，对吧？对，让你有没有很感动？好，金姐，我真的没有在过生日，大家开心，大家开心，整到你大家就开心了。你看，我知道你要买蛋糕，我要订。那还好，我们有买蛋糕。所以
不是啦，你是表演了，哎，你生日是你哦。这个还没吃啊？你们慢慢吃啊！不行了，不服你们了。老张先就切起来。我的面几天骨头啊？无啦，你先切起来。先切，我来放先起来。对不？奶油配花生。你明天别个想进来杀吧。我就只剩下最近一块。那不下。你有条干的，我又有条干的。这样帮我。人发哥安尼精神精神无好，佮佮陪你安尼耍。嗯。怎么？哎呀，我过了伊安尼。玲玲姐，那只刀再借一下。那个刚好那个叉子有合适吗？切一切。啊，你比前几两下你太凶多了，太难了。真的吗？有剪刀。哦。剪刀就是。他今天买了三件，给你挑。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亲爱的亲爱的。